听孟美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组六一粉色童趣自拍，化身小公举，自拍照满眼都是女生最爱的粉色，不单纯是背景为粉色，一身衣服也都是粉色，整套自拍下来温馨感十足，又有着小女生的娇柔，也有着小公举的浪漫，整体画面充满了梦幻感。身穿粉色卫衣套装搭配白色运动鞋，满满少女心，宽松的粉色卫衣穿在身上慵懒又休闲，而水粉色则甜而不腻，头发随意的披散在街头，身穿一身粉色套装是夏日限定的水蜜桃女孩没错了。而且她这次为了迎合六一，还罕见地做出各种卖萌动作，比如将娃娃的手臂张开再歪个脑袋，再比如说开心地玩吹泡泡的机器，梦幻感十足的泡泡在空中肆意蔓延，她的脸上挂着不同以往的笑容，而且这侧脸的鼻子也显得相当精致。喜欢就订阅呗。